有请编号一参赛者林月英。题目：世界变了，世界变了，林月英。大家好，我们的世界，我们出世的是40年代、50年代、60年，直到今天的2023年，我们都是在看这世界在转变。世界不是突然间变的，而是在有历史以来，世界都在进行着不断的蜕变。不管是自然界方面，还是人文方面、科技方面，都一直在变，在变得更好。那我们现在我们居住在这里，会有这样好的环境，但是我们不可以一直讲世界变了，我们本身有没有随着世界的变更更加进步了吗？我们自己又做了些什么？我们之后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什么东西？这就是在我们在生活现在还没有离开的时候，是我们要想的正题，如何去让世界更好，而不是负面的一直在说世界变了。所以大家请跟我一样，我们来聚焦在我们的整个大环境，我们是不是能够把世界变得更好，这才是燃眉之急。希望大家听了这些话，都主动的、积极的向这世界更加好，来使世界变得更好。谢谢。肃静。